晚上好。想不到吧，竟然是短发。我的网怎么了？晚上好，等一下，后面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原来是没有网。我先连个网啊，连个网，是这个吗？是我卡吗？星星的一员吧。雨声 ？No no no， 那可不是雨声。你有听过这么有节奏感的雨声吗？没有吧？你说啥子？我说我开直播了。你听不到吗？我打车就咋听到了，影响你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跟你说，我看看天生。啊，我好累，好累啊！冰哥答对了。找一下歌。感觉进，谢谢你的奶茶。在找歌。Hello， 酷狗。真的，那可能是我这边网不好。现在呢？现在好一点吗？好吧，可能是我的网的问题。不行，网不太好。网不太好，房间里网不太好，可能是有很多人在连我们家的 WiFi 呀、啊、，WiFi 被连了。我差点忘了，我这边脸不好看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一直露的是我的左右脸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右脸不好看 ，sorry。听得到我的歌吗？听得到歌吗？你们？我死角美女可还行？键盘声更大。哦，那没办法。
因为我们家房子太小了，就是只能这样子，只能这样子。根本无独立空间 ，sorry。我吃了呀，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？我吃了个兔兔，今天吃了兔兔。谢谢你的姻缘吧。把音乐关了，那你们就只能听到咚咚咚咚的键盘声了。那今天这个键盘声就是我的 BGM 了。就只剩下键盘声了，笑死！我不是才回来了一天吗？昨天不是，因为昨天是在路上嘛，我就满打满算，我才回来了一天。然后呢，我从我昨天回来到今天，我都一直有在跟王炯毅就是发微信联系啊什么的，就我觉得还挺频繁。那个频率还挺高的吧，然后呢，他今天说，他说感觉好像我已经走了有一个星期那么久了，这孩子怕不是太想我了，想到忘记了时间，人走茶凉是这么用的吗？是这么用的吗？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。可能因为我们之前就一直每天都待在一起，然后突然走了，就身边少了一个人。为什么我的键盘这么脏？只是因为我们之前都待在一起，所以就很见面的频率就很高，宿舍还挺好，对，还不错吧，还行，晚上好。飘窗是什么？好久不见，好久，你的好久是有多久？也没有好久吧。谢谢你的奶茶。哎，我今天也收到了那个就是海口朋友给我发的微信，就他们给我录了个视频，就觉得好温暖。看到他们熟悉快乐的脸庞，就觉得好羡慕。在哪儿呢？再来回顾一下。太快乐了，就觉得真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独自回家的时候，收到了来自朋友们的亲切问候，就觉得好幸福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也没有到失去了才珍惜吧。我之前在海口的时候我也说了呀，我觉得虽然说条件什么的都比较艰辛，但是很快乐的是因为有很多好朋友，对吧？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呀。虽然说没有工资，然后条件也比较艰辛，然后就是对，可能有很多都是第一次经历呀，然后怎么样，但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，所以就非常的宝贵。虽然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游戏本人并听不到这个吵闹的键盘声。烦恼，失去了烦恼，倒也没有失去烦恼吧。失去烦恼，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如果说公演算烦恼的话，你觉得公演对我来说算是烦恼？人上线，还好我姐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，她平时也不会在那个键盘上骂人，那键盘不就没法用了。祖安人，这个不是很早之前就在说的吗？因为就是骂人不带脏字，所以我就知道了。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游戏呢？是我曾经很喜欢玩的一个手游的端游版。诶，我看到有人猜到了。厉害啊，这都能猜到。你们有玩过那个 QQ 音速吗？我想知道在场有没有玩过 QQ 音速的人，就是那个花滑版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游戏真的难度系数很大，但是我身边好像真的很少有人玩这个游戏。真假的？有损手的寿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，第一次听说。老很熟悉的一阵敲法了，我就没办法，因为我手太笨了，我就只能玩玩手游。
我们今天去玩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然后呢，但是那个游戏非常的贵，所以我们就只玩了20分钟。可是呢，那个游戏就我跟我姐都是第一次玩，就不太会操作。20分钟的时间里面，有10分钟我们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。我们玩了那个 VR， 就是打僵尸的游戏，然后它是，对，它是按时间来收费的，我们就玩了20分钟，然后有10分钟我们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，笑死我了。然后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真的没玩过，搞不来那些键，就是都不会那个键，那个游戏就开始了。进去以后就懵的，不知道怎么，连走路都不知道，连怎么走路都不知道，然后按什么键也不知道。然后他就让我们捡那个枪跟子弹，就是捡那个枪跟子弹，他可能以为我们会玩吧，然后就去捡。结果我们两个就一直在那里捡子弹，捡子弹，丢子弹，捡子弹，丢子弹，就捡了10分钟。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子弹捡起来，然后捡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装到枪上面去，就一直在捡，一直在丢，也不知道自己在丢，就只知道自己在捡，但没捡起来。然后10分钟就这样过去了，真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对，没有，他僵尸他是你要走到那个地方他才会过来。就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开局呢，他开局是要先捡子弹，然后捡完子弹再去那个有僵尸的区域，我们都还没有捡到子弹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那个有僵尸的区域。然后就超级搞笑。太搞笑了。但是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现在知道那个要怎么操作。我在房间，是啊，特别亏，然后就觉得太贵了 ，VR 太贵了。不过我之前有在 B 站上看到一个 UP 主，他是就是自己买那个设备在家里玩，就很牛，自己买设备在家里玩。而且他就是不止一个这个，他有好多个。我怀疑是因为就是有他之前做了一期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是有那个卖这个仪器的人找到他做广告。下周公演不在，下周是就是那个两两搭档的那个公演，然后我没有报名。哦，对对对，最佳拍档。用光剑砍方块，那个好像是，我感觉是锻炼手臂的吧，锻炼手臂的，就是一直在那里挥挥挥。我本来也想玩那个，但是因为那个是单人玩的，我就没玩了。如果哪天有机会玩一个单人的，可以去试试那个。对，晚上好。10点开到10点半吧。明天要早起，我就10点半关哟。对，今天小化妆，小小小的化了个妆。
也没画什么，其实打了个底，画个眼线，涂了个嘴巴。谢谢你的玫瑰花。对，小小的画了一个妆。晚上好，谢谢你的巧克力。我去打水了。加油。好困啊，我感觉这两天就是很累，一直在做事情，一直在赶着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水很重，差不多有四公斤，两公斤，没。为啥子要洗啊？我本来就没说要洗桶。谢谢小菊的一元棒，谢谢你。哎，果然，充实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困，想睡觉。嗯。对，因为今天把窗帘拿去洗了，然后还没挂，所以就没有窗帘。对，因为刚从外面回来没多久，就玩那个 VR 嘛，玩了回来。主要是因为今天我表哥他回来了，然后他就说请我们吃饭，因为有好多年，有8年还是9年没见过了。然后就说请我们吃饭，我想着就是毕竟是出门见人吧，对，还是加上今天又收拾了一天的屋子，就不能太邋遢，然后就小小的化了个妆，小小的，对，小小的，对，要是关系好的话就都不化妆了。什么样子没见过，对吧？蓬头垢面。不是，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见，因为我那个时候，我想想，我读初一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读高三，然后后来他就去留学去了，就留学一直留到去年，看去年9月份的时候才回来的。对啊，是的。这样子放还是放个歌吧，他走了。空气都安静了。我确实是在阳台。Hello， 酷狗。对啊，我都要准备关了你才来。本来不是的，本来这个东西吧，它不是这样放的，但是因为呢，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里的东西收拾出来，然后挪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区域。凌晨开车去佛山，为什么要凌晨开车？现在不能开车吗？
们不会背对背拥抱的，我们甚至连抱都不会抱。对，我在阳台。我天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已经连打了好多个哈欠了，无语了。那也太辛苦了吧。累了。没有，大梦不催眠，我感觉我看到我自己这张脸有点催眠。我被自己催眠。嗯，我没有睡很久，我那天回来我就睡了，谢谢。谢谢你的气球小熊，我那天回来就睡了7个小时，然后后来就，我想想，我今天8点钟起来的，2点还是3点钟睡的，就也没有睡很多个小时，真的。7个小时对我来说是挺短的，其实我一般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前一天太累了，就连着公演，然后又连着握手啊什么的，一整天，然后没睡觉又很累。要是前天没有这么累的话，可能还好。谢谢小伞的英语吧。对，公演握手，然后又公演又赶路，嗯，总结得很好。谢谢慕斯的一年半。为什么你只能睡4个小时啊？对吧，就是睡太少了的话人会很难受。因为我喜欢99，也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可能因为99，它是一个吉利的数字，嗯，它是带寓意着长长久久，嗯。睡午觉，我不睡午觉。我们今天一直，我有跟你们说，我今天从早上8点钟一直收拾房间，收到下午4点，超级夸张。不是个鸡腿九九，是。可以和你们九九的，对，送鸡腿可以九九，嗯，寓意长长久久。好辛苦啊，好吧，太辛苦了。那我觉得我跟你们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了。是的。主要是我收拾房间吧，我就只想把我能看得到的那些杂物啊什么的，或者是那些东西先收拾完，然后再说去收拾那些我看不见的，比如说放在抽屉里的那些，我要先把面上这些收拾完了，我再去收拾这些。然后我姐姐她就是那种，她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收，她要先把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收完。不，他就是那个东西在里面，他把那个东西弄出来，然后全部重新捣鼓捣鼓捣鼓，然后再放进去。
我今天看他把那个柜子里的东西全部清出来，我真的都累了。我说你不要再这样了，你先把面上的东西收完再说吧。他说啊，可是不应该一个一个房间收吗？我说先不要这样，我们先把面上的东西收完，然后你再一个一个房间收好吗？对，他就觉得既然要收，那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全部收一遍。对，从根本从源头解决问题。我说那我不行，我会累死，而且东西真的太多了。不还是不一样的，太可怕了。没有人，全部没有人，都打包堆在了一起，然后等有空了再找人上门来收。现在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呢这个事情我就做不了了，因为我明天就要走呢啊，我们要叫上课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了。对啊，这个衣服是之前有穿过一次吧，我好像之前我在呼和浩特的时候有穿过，但我忘记有没有拍照了，有拍，但是我忘记有没有发了。什么还有什么时候穿过呢？我想想，好像还有一次穿过一次。为什么要把你手办给你丢了？其实这个衣服是轩的，然后后来我穿了一次以后，他就说把这个衣服给我了，然后我就捡着了。好吧，懂的都懂。为什么？你想到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没关系，我也没有很想知道就是了。对，你也猜到了，你隐隐约约猜到是什么原因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他们猜到的也只是他们的猜测而已。好了，我要准备下播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晚安，拜拜。